这个案会，阿伯感谢我们文化局李小梅李科长跟大家挥挥手哈，李科长，谢谢哈，阿拉哥有真平好友，拢我够有粉丝哦哈，现在咱来看做些粉丝起来，因为今仔日已经是第六场啊，每两趴啦，咱已经演唱对第一场、第二场、第三场。今仔日第六场，煞尾九月四号到月初四，上尾场是伫八斗啊。那已经沿路已经，逐场拢是满满满啦，大家的热情就是互咱鼓励，在地鼓励的演唱者，在地的乐师，啊，咱演唱在地也准人的创作，刷落去是咱大家的情歌，大家的情歌倒一条。苏波的人，古井秘密拢总有哦，吼，拢总有。咱先来听苏波的人，咱先来唱大家的情歌。苏波的人，吼，苏波，大家爱唱哦嘿，吼，大家开嘴，大家斗阵来唱苏波的人。
人这吼根据秀玲的研究，好，我有去查资料，叶俊林老师家己讲的吼，以前那个访问伊咧讲，伊讲真吼，这是我十八岁、十外岁啊，阿未结婚之前，吼，甲一个查某囡仔意爱着，意爱着这个查某囡仔，伊嘛无甲讲啊。敢若想到这个查某囡仔，伊感觉伊足喜欢的，想要甲对，想要甲伊讲话，也毋过也是一个避暑的少年家，吼，也做年尾的时阵呐，也无几个，无外久，这个查某囡仔去嫁别人，啊，伊对伊是足爱慕的呢，迄种个叫做暗恋，敢毋是？伊暗恋的一个查某囡仔对象，啊，伊吼看到伊去甲人结婚了后，伊想讲，我对伊这么啊迷恋。所以我特地我甲写一条歌词来甲记录起来，这是伊写的诗啦。当当时写的时阵也无扑克，吼，就是写诗爱甲记录来。